嘿，你好，美女，我想问你，你平时抽烟吗？不抽烟。那你为什么带打火机？嗯，我没有带打火机啊。那你是怎么点燃我的内心的？哇，你好会说话。是吗？我们可以拥抱一下。好。等一下。干嘛？过两天你就要回台北了，我想让我手机里再留下一张你的照片。好啊。这样拍不最完美？这样。这样吗？嗯。那我带你来台北找我吧。可以啊。那你坚持可以吗？我刚才的一举一动，你没有爱上我。或者说将来你现在可以保持沉默，那我有个请求，我可以坐在你旁边吗？可以是吧？谢谢你。你说错了。我没有说错，我就应该坐在你腿上，因为我很疯狂。嗨，你好。嗯。先别动好不好？我是你一个粉丝，你是不是九妖精？嗯。我看到我女生的时候，我比较紧张，所以说我把你的双眼给蒙住了。但是当你睁开眼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个疯狂的粉丝，看到、啊。